了一款很实用的冰箱保鲜盒，它是双层沥水的设计，也可以当沥水篮使用，平时用来洗果蔬很好用。内置一个隔板，可以横着放也可以竖着放，分隔收纳更方便。它的盖子是卡扣的设计，密封性很好，放在冰箱锁住新鲜不串味。